有倍康的制氧机现在已经在运行了，这个是吸管，然后我来操作一下，近一点。这关声音，开声音，调节时长，每次可以调30分钟。调到4小时的时候，它以上的就是不关，一直用。这个是调节氧流量的，氧流量越大，氧浓度会变低。这是1到7升的，然后还有一个。关闭负离子。开启负离子。这是关机。开机。好了。